灰色，确定吗？看这里。双手一滑 ，3D 商品透过数位货架轻松下单。阿里巴巴淘宝选在台湾打造首家智慧店，力投创办人马云也霸气表态，因为中美贸易战，所以决定回收原本想为美国新增的100万个工作机会，相当是全美职缺的1%。各位创业者，我是相信这句话：他强任他强，月亮照大江。只有做好自己，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。本次贸易战不可能在2个月、2年内解决，要有20年的长期思想准备。点名这战争要长达20年，美美林经济学家更说，关税战开打，中国大陆受到冲击将是美国的4倍大，因为中国大陆出口是进口的4倍，而美国经济动能强劲，受冲击相当轻微。你今天骂愤怒究竟没有用，特朗普听不见，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活，你也改变不了。所以我自己觉得，每个人想好自己，你就不会那么多烦躁。你困难，你的对手比你更困难。看来面对美国咄咄进逼，大陆企业底气十足，也做好长期应战。东森财经新闻，钟欣妍、卢伯聪台北报道。